喜事，众乡亲齐聚堂，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小班你高兴的，想我含辛茹苦把女儿带大，如今这绣球一抛啊！哎嘿，夫人，这男大当婚，女的当嫁，那言论之礼，彼此不皆然，你我应该高兴才是。来，敬乡亲们，先吃喜糖。斗篷琴，宾主站两边，才子配佳人，古乐响连天。有请新郎新娘见过父母乡亲。乡亲们，看我这女婿怎么样啊？不行。对，来，看看满意吗？嗯，满意就好。先去贵姓啊？姓施。施公子，今年方几何？年方二六，十二岁。我看你这面相可不像十二岁。以前在家读过什么书，考取过什么功名没有啊？功名没有，到读过几本。先生还要跟我去努力争取功名啊！你看，你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你该如何称呼老夫啊？看来老夫今日招了傻女婿。老爷，我还有几句话要嘱咐你。贤婿，既然你入了我陈家的门，就要懂得我陈家的三从四德。所谓三从便是：老婆说话要听从，老婆外出要跟从，老婆指挥要服从。你可否做到啊？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可以。哎，嘿，夫人，可不要再为难咱的贤婿了。你看，乡亲们都等急了。小女此番姻缘，老夫还算满意。一会儿我要大摆宴席，诸位乡亲可要多多赏脸呐。新郎新娘，请摆横大礼。一拜天地，地久天长。二拜高堂。幸福安康，三百嘉宾齐聚一堂，夫妻对拜，可交杯酒，请新郎新娘洒头祝福。再次祝愿每一位嘉宾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请新郎新娘入洞房喽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婚礼仪式到此结束，祝愿你们在三亚柴火节里吃玩的开心，玩的愉快，再见。